好，各位欢迎回到 WCS Winter 美洲区的赛事哦。那我们刚刚在看完了 Massa 对上 Astray 的对决之后呢，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大家众所皆知的越南虫王纽麦卡对上的是美国的虫族 Jon Snow。没有，我们要叫美国的大力水手哥 Jon Snow，美国婆派，是吧？他就是吃蔬菜会变强的男人哦。靠着蔬菜哦，中途加持是吃蔬菜可以打赢 Zero 一盘。啊，反正这一场就是这一场的观战焦点，就是 Jon Snow 能不能守住 Mio Mica 花式一波呢？我不知道，我们继续看下去。因为越南虫王他就是最主要是那个他的那个 timing 一波的 timing 其实都很奇怪，就是他前面比如说他会两框 17D，然后速狗开，然后爆一点点狗，他后面还正常，你会觉得他应该是转毒爆虫，就他转的是蟑螂。就跟是你要讲，么是兵种很奇怪，要么是 timing 很奇怪。对吧？所以正常来说，你用一般的方法去判断，其实有时候会因为你的判断而让自己输掉。就是你会输在你自己的经验上面。哎呀，越南虫王这个人不能用经验去，不能真的不能用经验去判断，连公牛都差点被他打死。对，那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没有麦卡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花式一波。好了，我们现在来到 Jon Snow 对上没有麦卡的第一回战，在地图右下方，蓝色的虫族选手是没有麦卡，越南的虫王。在地图左上方，红色的虫族选手，这是美国的 Jon Snow。发现一件事，这米欧麦卡他的那个生涯奖金跟 Eric 一模一样，都是9000美。哇，这种事情我记得最清楚了，受不了。这个 Jon Snow 是 Sidestone Gaming 的，对，他是有战队的。我跟你讲，现在你那个美服天梯总是打开一排 Sidestone Gaming 的，那个超级多，他们签了一堆人。哦，他们砸大手笔在那个星海上了。他们都是佛心企业哦，你只要有一点实力，他就签起来。这样然后想想好像也是，反而是被他们签的那些韩国选手，好像签一签之后都没什么成绩。签一签之后感觉就会走下坡，对啊，都没什么，都没有什么成绩啊。签了之后就感觉，你看 Gumi 吼，感觉被签了之后就真的是没什么成绩啊。然后 Regnarok 在签以前还稍微强了一段时间。对啊，然后 Regnarok 也是一直都没有成绩啊，然后 Chu 也是只抢他签过去的第一个月还是第二个月而已啊。这个让我想到那个在美国大联盟有一个传统，只要进洋基队的都会走下坡。哎呀，洋基队，废话，你那个薪水领到了，你就乖乖的走下坡就就开始摆烂。好了。对啊，你那个薪水，而且洋基看最喜欢一次签10年合约了，我还不多签，还不先把你多签几年。对，然后每个人就是进去前爆响。然后一进去之后就开始烂，然后会烂到什么时候呢？烂到合约的最后一年再爆强，也不一定啊。烂到合约最后一年就回不来，也是有这种人啊。也是有。可是我们通常看到我，就那个说我们 A 什么的吧，A 什么的。对。好了，这边我们来看到的是 Mio Mica 这一边是先放下三框啊。那 Jon Snow 后来也是三框，差不多先放下去。那现在，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在开局的时候，米欧麦卡这边有偷一个工兵的人口。那其实，在现在偷人口应该影响是完全不大吧？就你如果是裸霜啊，那个经济最好的还是用正常13人口出王虫，那个经济才是最好的。就是你这个偷人口，其实只是比较适合你，如果要17D 开的话，它的那个它实际开偷人口的流程是稍会比你13人口按王虫再优化一点点，所以现在大家其实就干脆就都是占人口按王冲了。哦，Johnson 要打一波嘞，他这个赌狗按超多的。
对，18只哦。这边看到米麦卡这边也持续也在补异化虫。好，看来这里可以先看一下两边激情的碰撞。哎呀！撞在碰撞一开始 ，John Snow 就两只异化虫换掉米麦卡的两颗毒爆虫。太赚了吧！这个前面那两颗，那两颗打的就是一个 timing， 就直接撞掉超级亏了。对。好，现在这边。没有麦卡的毒爆虫一直想要撞异化虫，哇！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John Snow 的操作上是绿色英雄。因为我印象中那时候 John Snow 打 Zero 赢的那一场，好像也是前期狗毒爆他有换到他的操作，好像有稍微让他的在狗毒爆召唤上有一点小小的优势，所以后面才赢。对，我记得好像是这样。那个时候在那个嘛，在棚内播的那一次。对对对，来来啊，换再换。哦，这个毒爆上的交换在目前看起来 ，John Snow 这边在交换上都不至于亏啦，不能说都赚，不至于亏。不过 John Snow 这边是要一波打到底啊，他那个后面就完全没有不再补农的，他要直接下张草，等一下要让狗毒爆再推一波。可是就要这边就要看那个渊海虫，哎，别，哎、哦，这还有一颗，还有一颗。还好有看到后面那一颗，不然这些狗撞上来就啊！我是觉得现在哦，有米尔麦卡这边下那个蟑螂草，那这样等一下那一波要守住，只要有看到他过来有看到蟑螂草已经快好了，要守住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对，然后这边姜石头还刷了一轮的工兵哦，刷给你看。姜石头这工兵这一轮刷的其实有点让人家看不懂啊，因为他如果要打一波这一轮工兵，刷下应该就是要去换张了。对，他这一轮工兵刷下去，他一波又要再往后延。对，而且人家我可以看到，因为他刷了那一轮工兵，所以现在蟑螂只能安一只。而且人家那个米欧麦卡，他是早就刷到这个农民数了，你是后来才追上，所以前这边你再怎么刷也追不赢他。对，一定要想办法一波工兵数相近，但是比较早拉上去的一方经济还是比较好。哇、yeah. ！我是觉得这一波要打过来，要把越南虫打死有点难度了。哎、欸，两个毒爆过来，不过有看到。哎、欸，越南虫怎么还在刷农民啊？赶快按蟑螂，不然要出事哦。这边用狗，要狗用狗在前面拖时间，然后家里蟑螂赶快按。他是不是不知道被打一波啊？人家都走出门了，你的农民还多按了，刚刚好像要多偷按了几只，而且他后面先补了两只狗才开始补蟑螂。对，我这边先把后续的蟑螂先截掉，可以可以，这一波包的还可以，哎呦，哇、哦，好险好险，刚刚是撞在左右手，这边有拖到时间，这边我觉得这批狗有做到他该做的事情啊，只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后面那个毒爆刚刚其实第一时间不应该再往前走，他应该回家，你看如果他这边有回家，这个狗第一时间就解决掉了。对，这个就是当你发现对方是蟑螂狗毒爆的时候，其实你的毒爆虫不要急着去跟人家换血换东西，保留下来对方的异化虫伤害就大幅减少了，避免可以像现在这种状况发生。哎呀，最主要是他刚刚那个蟑螂出来被分开解掉了，没办法续成一整坨。对，那这边的话，米麦卡就打出了GG，姜斯诺还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分。我的天！刚刚这个理论上应该是要守得住才对。对，因为其实苗麦卡在压过去的那一波之后，照理讲只要有踏上二矿斜坡或者有感觉到的话，应该也可以知道对方接下来要用蟑螂来打一波。那家里的蟑螂繁殖场是已经好的情况下，那个苗麦卡还大大的补了一轮的工兵。那这个也不打紧，因为苗麦卡后来用他的狗毒爆在前线拖了相当长的。对，那段时间的话，只要加以毒爆，就像刚 Tub 讲的，他前线的毒爆有保留下来，然后后续把蟑螂再续起来的话，其实在防守后面那一波是有机会。就最主要是他那个蟑螂不能再出来的时候就被分开截掉啊，那个前面被包的那几只蟑螂太亏了，蟑螂这东西一定要续一整坨才会强。对，没有错，落单的蟑螂只有在欺负工兵才会强。啊。
那看这一场 Miomaika 打得这么正常，我觉得身体不太舒服。这真的不是我认识的。感觉对面比他还一波。对啊。这个 Miomaika 前面打得这么农民刷得这么舒爽，我真的是不太舒服、欸、没有看过这么舒爽的 Miomaika。我打他都是莫名其妙就一坨冰坐在脸上了。结果他刚那场打的反而还比较隐喻。啊，反而是 Johnson 急着要一波把他打死。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场哦，会有什么发挥？好的，现在回到了 Jon Snow 对上 Miomaika 的第二回战。在地图左上方蓝色的虫族是美国虫族 Jon Snow， 刚刚非常急迫一波接一波进攻的虫族选手，隶属于 CS Don Gaming。 在地图右下方红色的虫族选手是越南的虫王 Miomaika。大家在看到那个下方名字的部分哦， Miomaika 的那个名字后面有没有看到有一节跑出来？这是因为他的本名太长，所以他们用那个字卡盖的时候没有完全盖掉。因为还有一点点白白的跑出来。这才是我认知的越南虫王十七 D 了，来，基地后续。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所说的令人摸不透的越南虫王哦。17D 之后后续会如何接招？这才是正常的嘛。那越南虫王前面裸刷就看起来就很奇怪，然后裸刷还刷的比对方少，没有裸刷就算了，他也下毒爆虫草，他就是一个靠蟑螂为生的人，他也下毒爆虫草。看一下饲料狗，然后后续。看一下他后续会接什么很潮的东西哦。这个瓦斯哦，还没，刚开始踩17 D 嘛，还可以踩，还在踩。来看一下这个异化虫出去之后，这异化虫一定会被，基本上他没有绕下面就一定会被看到，就直接直去了、啊。然后对面 Jon Snow 现在看到他就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出个四到六条狗，然后农民再拉下来就好了。对，这边 Jon Snow 直接按下了死的异化虫，然后给他搭配后动作防守。哇，提狗术嘞！可以提狗术，然后等一下，我估计等一下是蟑螂巢下去啦，然后打一个什么两矿蟑螂狗一波啦，这应该才是我认识的 Miomaika 才对啊。对，结果就不要他两场打营运，结果就被直接直落二。这应该是，对啊，这就不是 Miomaika 你知道吗？这个味道就不对。这就跟那个叫什么，叉叉炸酱面，你知道吗？换了油之后味道就不对了。我可以理解哦，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个油就哇，怎么是毒虫草啊？对啊，这个味道就不对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就这种感觉，就像是你说那个时候台湾有一波那个食安的问题，对啊，然后就大批的把油都换成很健康的油之后，它就不再好了。哇，这边后面接了大量的异化虫哦，是 Miomaika。可是刚看起来，其实 Miomaika 的狗毒操作并没有那么，还可以啊，反正两边其实都。两边都是控的蛮戳的啊。这边没有麦卡，这边要先打一波了。对，大量的异化虫直接往前冲，而且后续还持续的在接异化虫。而且这一波其实觉得啊，小心，我就觉得他其实可以绕一点狗去咬三矿啊，边咬三矿然后边打二矿啊，这边上去了，先把三矿咬一咬。三矿先逼退，这应该是可以逼退。江松拉了一只异化虫过来，确认没有毒爆之后，爆上来，哦，
走掉，现在就是要撤走。哇，这个路线逃得漂亮。然后家里这时候赶快变毒爆虫，接出来的狗直接在家里变毒爆，他没有变哎、欸，他变的时间有点晚，他现在才变。哇，而且这个哦没有看到、哦，哇，这三框开这一般人真的不会看到，你知道？这三框位置，要么就在这，要么对，要么都是开这边，正常都是开这里，对、啊，要么不然就是像就一上次开那个下面嘛。啊，这个开这边真的是很少、啊，对，所以刚就算在矿旁边交战哦 ，John Snow 也是没有看到。啊，这 John Snow 是不是以为他现在超级优势啊？他现在觉得对面没有三开，然后一直爆狗。哇，这狗又冲进去了，后虫咬一只，刚 John Snow 刚那个后虫，他绝对以为是站在那边，然后就卡住了。他没有想到那个洞那么大。哇，这边还在咬农民啊。对，击杀两只哦。John Snow 这边目前是工兵落后，那矿的进度上呢也是落后的、哦，因为纽麦卡的三矿已经好了，应该还在提升二本。那并且已经在生产蟑螂。John Snow 这边蟑螂繁殖场还没有好，已经在提升的是远程的一攻。我跟你讲，纽麦卡他又在打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了，他怎么会没有提一攻，然后一直在按蟑螂？还哎、欸，完蛋了！越南网路，这绝对是越南网路。哇，抓到！神预测，神预测。没有，因为他们好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哦，哈哈哈哈哈哈！啊，我们又退回到主播台来。我跟你讲，越南虫王他可能等一下要打一个，我因为之前啊，我曾经看过优格跟他打，然后他打了一个很奇怪的，就是他没有蟑螂从头到尾都是没有攻防的。然后一直爆蟑螂，就是有只有提速，他是有二本科技，但是没有攻防。然后用前面，因为他前面经济有点优势，然后就一直按，他就从头就只按蟑螂，没有完全没有攻防蟑螂，把优格顶死。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啦，但是优格还是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他简单讲就是他把所有的资源都丢在蟑螂的数量上面，他就是用那个量去把对面打死。哇，这个断线不知道他回不回来，让我想到上次，难道奖金上次是不是也是上次是 Eric 断线吗？对，上次也有一个断线，没有错，是 Eric 吗？我想一下，也是我们播的，对不对？对啊，是不是 Eric？ 回顾一下，我感觉是 Eric。那一天我们原本觉得应该可以提早收工，然后就被那个那应该是，那就应该没有意外，好像是他，好像是 Eric。对吧、啊？然后，所以难道生涯奖金9000美的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吗？这是9000美的魔，这是9000是诅咒，9000美是诅咒。然后那这边等一下，如果回来的话，应该也是 GRP 继续打。对，然后就来看一下目前状况，看我们试图要从他们的表情里面解读现在的状况。没有，他们的表情就告诉着完蛋了，这应该是回不来了。我们只能在等一下我们要休息个五分钟，然后如果越南虫王顺利回来，我们就可以顺利开始。如果没有顺利回来，就要跟上次一样再休息十分钟，你知道吗？真的，然后十分钟之后回来再休息五分钟，让他接 RP。我的头有点痛啊，这个越南网络看起来是不太行啊。啊，他都有赞助商了，还不弄个好一点的网络给他？是啊，这样感觉。感觉有点戳啊！我们最强的那个阿素斯 Venom 都赞助了我们最强的越南选手了，应该弄一整套好优良色的给他。对对对，要给他个好一点的那个网速，让他撑了下去。哇，头有点痛，这个断线，他们这边也不休息，代表他们还在挣扎，你知道吗？对，他们要看能不能在这个不进入休息的情况下，把那个越南虫接回来。究竟到底他们两个还要在这边拉赛多久呢？我头有点痛，你知道吗？究竟是要进休息呢，还是？看他们那个表情，应该是还没有回来、啊。
对啊，你看他刚刚稍微看了一下那个画面，哦，头就撇开，感觉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回不来了。是啊，大哥，给点指示吧，给点圣光啊，因为我们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啊，我们需要一点，我们需要一点指示才知道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啊。聊得非常的开心，看得出来，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时间不是他们正常的睡觉时间。看他们这个表情，我以为看着表情是要进休息，就他们又继续聊，有点猛哎、欸！不行不行，赶快！我们需要一点圣光，需要一点指示。对，到底是感觉他们好像真的是要直接盯到那个？不是吧？这个导播太要接回去，太过分啦！这个要给一点指示，让我们知道到底是要干什么、啊。对，至少画面切一下，让我们知道说现在什么情况。哦，头很痛，头很痛。哦哦。哦他、啊、点头咯，他是不是讲说休息一下？点头以后，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哎、欸，不是啊，他刚刚那个表情像是休息一下呢。啊怎么讲一讲啊，又回去了。然后就说，哎、欸，不是要休息吗？没有啊，我刚刚没有说休息啊，我在试图在解释他们讲的话。哦，是假装骗他们说要休息，事实上还是继续耗在这里。你看哦，这个完全没办法预测的这几个，我没啊，刚你知道我传说中的 eye contact， 你知道吗？没办法从他的眼神得知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东西，就完全从他的表情啊，然后眼神完全无法读取，就像是不同的那个软硬体的感觉。哇，头有点痛，他们这一次讲的比上次还要久、欸，真的，这次很惊哎、欸。他们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只是又连不进去，然后只好再继续跟，然后又回来了，然后又进不去。啊、欸，我在想有一种可能，他们看到那个牛麦卡上线，然后要他进那个新战厅进不去。呵呵呵，那不要啊！所以他们现在在聊天室里面问，所以我们要先休息吗？应该不可能吧？他们那个耳机有接导播的，直接用耳机讲啊，还在聊天室问，然后这么菜皮妈的，没有，他不能讲出来啊，没有啊，导播可以下指示，可是导播直接下指示就好啦。对，可是如果他们是他们这边要反馈要问的话，不行不行，他们这一次撑得太久了。哎、欸、啊，你又看前面了，你是不是想休息了？对，两个人都看镜头咯。哎呦，哦，这个动作，哎呦。有，好了，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会继续各位会带来 Jon Snow 对上 Micah 对决。
好了，欢迎各位再度回到 WCS Winter 美洲区的赛事哦。那我们刚刚呢，是因为越南虫王没有麦卡算断线的缘故啦，所以我们比赛算暂时中断。那刚进行到的部分呢，是米尔麦卡对上 John Snow 的第二回战哦。那比赛才进行到一半而已，跳出来之后呢，现在看一下双方连线的进度哦。他们两个眼神交汇，是不是告诉我们其实还没有连回来？你看一下他们那个表情，会不会跟刚刚一模一样？哎呦，哎呦，欸，其实就我们在现场转播的一个，欸，他摆那个手什么意思？他摆那个手什么意思？是不是要进了？没有办法吗？拜托，在我们在现场转播的一个经验就是，通常只要准备要进休息或者是进游戏，大概就是眼神要去瞄前方的镜。对啊，你就会去看镜头啊，就稍微看一下。那就他们两个看了之后又缩回去。对，看来他是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眼神交流，你知道？然后他们其实是在跟那个，其实是在跟导播求救啊。对，他说：“你看，要翻白眼了有没有？”导播，我们扛不住了。哦，这个角度啊，不对啊，他怎么？他是在介绍哦，他已经在介绍造型了，你知道吗？我看到了，他还用那个借位的方式直接去形容旁边这个东西。这就是咱们传说中的那个新的拟态机甲造型的珠宝，然后购买这一次的战争宝箱，然后累积观看时数就可以拿到。而且他那个 Hive 是那个对不对？ Hive 是那个三本对不对？嘿、hey ，所以是升三本才可以看到那个样子吗？没有吧，应该是原本就有了。不管我刚刚看那个像一本的那个样子。反正其实那个珠宝都，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那个造型的，我觉得没有很好看。但应该只是顺应潮流所以出了这个造型。等一下，他们推销，我帮他们推销啊！买一个种族300块啊，然后三个种族一起买会打折啦，好像是750。七百五是不是？帮你打一点折扣啊，所以理论上是你是买三个种族会比较划算一点啊。对，而且有三个种族经验值好像是算一起的。对，你只要经验值冲过去了，你就是三个造型，三个种族的 skin 一起拿。想不想拿到世界上最黑的电池啊？买神族的造型就对了。黑电池，那个电池真的有够黑的，真的有够黑的，乌漆嘛黑。那个只要几个水晶打造。那个电池一停电还可以跟地图融为一体，就是那种比较黑暗一点的地图。例如那个纪念起源嘛。啦啦啦，你就可以跟地图融为一体了。你有看过可以，你有看过狗跟毒豹融为一体的造型，现在连电池都可以跟地图融为一体哦。所以他们讲了这么多之后，他们还是要继续的聊。还是要继续聊，看起来是还没有连回来。我的天啊。其实我们现在听不到他的声音哦，说不定他们现在是在嘴那个越南网路，啊，没有办法啊，他们就是落后啊。看他们这个脸是不太像啊。当然，不能在公开场合嘴啊，不然他们这个台就被公干了。欸，我突然看到 Rex 说他在换 IP， 我在突然等一下有可能会换 IP。你说 Rex 要不是那个有麦卡要换 IP？ 没有，他说他。Rex 说他的网络在换 IP， 所以他刚刚可能转了一下，所以代表我等一下有可能会突然，有可能，对对对对，因为我又换 IP 了，所以我又不见了。哦，我有看到，看来是真的不太妙。现在看这两个人的表情，感觉好像很汤哦，他们两个已经，你看他们两个已经开始不知道干嘛了。对，刚那个笑得很干，有没有？他那刚那个笑容很干。叫声，这个我还撑不住了，老婆，Bye， Tell me， 我看他是没有要救他们的意思啊，不如我们就在，其实这个也让我们想到，我们在主播台的时候的确也是，有时候就想说，他们那个主画面怎么还不赶快进去？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聊？不如咱们就再休息10分钟吧，休息到他们回来，我们再进去啊。如果导播愿意的话，你看，看他现在的那个表情，加上。而且他们那个镜头还在动，还在切，你知道吗？代表他们这个还是要继续让他撑下去。哇，对，我他现在还可以把牙齿笑得露出来，我看你很快就笑不出来。对，等一下看我看，哟，我在看他手按的那两个键是什么？难道是够那个？啊，回来了！哦，好感动哦！哦
好，我们现在回到 Jon Snow 队上。你看那下面那个字卡没有上，米欧麦卡是那个 ROG， 米欧麦卡那名字超长。没关系，没关系。刚是在这边吗？那我觉得这个局面刚是长这样吗？我怎么觉得不太一样啊？这个啊，它是有多几秒啊？因为它的蟑螂刚刚我们刚看到是还在按啊。对对对，然后现在已经爬到中场珠宝这边，好了，米欧麦卡那个。四颗毒爆换掉了姜子，合理解释，合理解释，没有合理解释，他网路修好了，但是还在爆屏，合理解释，很像，超像，他前面大量的毒爆虫，四颗换两颗，然后剩下换虫卵。What the fuck？ 我怎么回来的画面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包起来，包起来，然后他1.3块，1.3块就走，他蟑螂，他蟑螂已经先走了，然后狗再跟着走，可以可以。好，那目前的话，工兵是米麦卡是落后三只哦，那三只是还可以接受的一个情况。庄士龙这边发现米麦卡有三矿了，有看到虫胎。如果是照刚刚 TUB 讲的模式，米麦卡这边是要爆一个只有提速没有攻防的蟑螂的话，那这个势必就是自己的经济要比对方来的优才会有胜算。而且对面现在两矿要先顶火，啊、他也许他把那个三矿直接顶在那里。可以哦，啊，这边麦克要再穿一波上来，却没有发现三矿，怎么什么都没有？好啊，这个双线，摇后虫，摇后虫就是他，先包掉后虫，这看起来可以击招，可以。然后还有一只异化虫在里面很努力咬着工兵，可是没有咬掉。这几波进去都咬到后虫，都还蛮赚的。那Jon Snow的后虫一直掉啊，那个卵其实。断中间其实有断一下下啊。对，那现在换成米麦卡这边还没有找到 Jon Snow 的三矿。那 Jon Snow 这边一攻已经完成，现在开始在提升二攻。这边应该等一下会抓个二攻的 timing 做压制。来来来，哇，这个大破了，这个继续大破了，又是后虫，哇，妈妈跟你有什么仇？要这样一直咬妈妈？好，这些异化虫尽很多时间。哦，这边抓到了，牛麦卡抓到了 Jon Snow 三矿哦，大量的三矿。他这边是有提速的哦，所以这边操作空间很大。对，而且牛麦卡在 Jon Snow 三矿主矿的那些异化虫都还在哦。啊，这个蟑螂直接包了上去，牛麦卡这边的蟑螂非常的多。好，这边的话其实很明显就可以看到的是。Jon Snow 这边前面被断卵的关系哦，导致于后续的一个兵也续不上来，蟑螂被各个击破。哇！可是刚刚这一波三矿没点掉，如果回去晕，这晕染虫王一定要想办法赶快解决掉啊，因为毕竟等一下攻防起来还是会有落差。他应该是要跟自己家里后来，他刚刚有刷一口气刷了12到40蟑螂，他应该是要跟后面的集合之后再推一次。来来来，就是这一波了，顶进去。对，那后续米欧麦卡续上来的是异化虫，就代表就是注重在这一波了。这一波，哇，这个，哎呀，这个算是第一，结果Jon Snow全部的蟑螂往前冲，这个就回不去了。那这个下来自杀了啊！蟑螂，这边部队量落差已经来到一倍哦，所以这个基本上就算你攻防一攻，对，也打不太赢。对，这边Jon Snow直接打出了 GG， 恭喜米欧麦卡扳回了一城，双方1-1的平手。哦、这个就是优格的死法，我也是看不懂。有攻防优势的情况之下，然后被对方零攻零防蟑螂，直接一直顶进来，然后顶穿，这真的是莫名其妙。啊，这样子，两个人现在打到1-1。这不是才第二场而已嘛，现在已经4:30了。对，而且刚刚我们上一场好像也是，看一下，好像也是打满嘛，齁。打满，然后对啊，确实是打满。而且都局面都还有拖到十几分，都有拖到十几分钟。啊，就 Masa 仁义嘛，该打不打，给对方喘息，然后把那个气氛炒高了以后再打，把对方打掉。哇，
他打差一点把自己打到输掉啊！我看到了，而且还不止一场。对啊，那个要是真的把自己打输了，他一定会气死自己。这真的是越南拳王神秘的流程。对，那接下来的话，苗麦卡这边看起来的确是有顶着聘在打。那接下来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使出就是早期的蟑螂一波。因为蟑螂是比较不需要依赖操作的一个兵种，但是其实你知道，蟑螂一波你真正要控的，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蟑螂，其实还是毒爆虫，就是你要毒爆虫，你要控住蟑螂狗毒爆这样，保护你的那个蟑螂，因为你这蟑螂最怕就是被一波狗直接爆上来，所以那个毒爆虫还是要毒爆虫会好一点。对，我们这边来看一下下一场的一个情况，现在。看起来这次就是非常快的直接进入游戏，可以可以，安全安全，不要再断线就好了。刚看到画面顿住的时候，其实心都凉了一半。哎呀，没关系啊，因为它断绝对不是我们平常的那种断线啊，断了、哦、重新连上去，然后再 GRP 就好，断很久。断的、哦、没有啊，我们以前在里面断的会先说 OB out。哈哈哈，不管怎么样，先在那个框框里面打 O B R O B R。好，地图左上方，红色虫族选手 John Snow， 属于 Size Stone Gaming。在地图的右下方，蓝色的虫族选手，这是越南虫王牛麦卡。啊，目前已经来到了双方的赛末点了。很好，又十七 D 了。这一场该来点不一样的，总不是毒爆虫了吧？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熟悉的越南虫王。江上这边还是裸霜哦，正常裸霜。江上裸霜都合理啦，因为那个越南虫王他不太会打，比较少打那种真的太早期的那种一波啦。所以，而且加上这张地图，其实距离不算没有到很近，所以遇到十二 D 裸霜也还好。这个装修刚刚一定在想，这对面到底在打什么？真的是有看没有懂，莫名其妙攻防赢，然后一直被顶着地就输了，顶着攻防优势的一方就输了。他还二攻，二攻还打不赢。这边苗麦卡还是这样子爆了四只的异化虫出去、哦、那后续再看会怎么转。这一场 John Snow 先刷好，一样是四只的异化虫。哦，不过他这边有先听话，所以等一下他。这边会爆狗的几率就很高。哦，江石诺这边异化虫按到六只，那、啊、这六只就是要想办法先把你这狗逼退回去，然后等一下他第一时间那个大量的体术好的狗要直接往你家压，因为这种打法有听话打法最怕就是对面虫族第一时间就直接在你脸上变毒爆虫，所以如果今天对面。要避免这个方法，就是避免这个情况，你就是要先把早期的那对面过来的异化虫逼退，先逼回家，这样子你就不用家里附近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会被变毒爆虫。哦，果然，蟑螂反掌下去了。哎呀，这才是我认识的越南虫王啊！这放蟑螂反掌下去，然后等一下有没有这农民？等一下停个二十八只，然后就开始按。现在27哦，距离 TOP 的预测还有一只，差不多啦，差不多应该、就是。啊 ，Johnson 这边的确也是如 TOP 所言，开始爆大量的樱花虫啊，有没有28？28，我对他完美的数量，对他理解。我跟你讲，这招优格也被打死过，所以我也知道。他是不知道在哪一个，在哪个海选，他们在哪不知道是 WC 海选还是 IE， 老他也是这样死。不过 Johnson 这边。其实我觉得江松这打法遇到越南虫王这样打，因为我觉得江松这边好像会有一点优势啊，因为他软，毕竟他软比较多，
然后他狗送的，现在这样子的后手太杂。好，蟑螂出来了，杀一只的后手。完蛋了，他刚那一波狗送掉我，我是觉得他已经大势已去了，你知道吗？他刚那一波狗就那个僵尸吗？没有僵尸的，因为他那个狗就不应该送啊，他你狗的数量其实也没赢人家多少，然后你顶着那个后手再打，绝对是打不赢的。对，而且其实那个数量损失还蛮大的，没有麦卡这边的工兵数反而还领先。哎、看来原来城隍是。对吧？十七 D， 然后出一点蟑螂，啊，这还是压出去了，直接正面顶过去。你看刚刚那波狗，要是没有送掉，这没有麦卡最好是敢出门啦、啊。他这个蟑螂一出门就被狗包掉了。对，那这边的话，没有麦卡应该也是知道说刚刚的那一波异化虫有赚到，所以就是有赚到僵尸龙那一波异化虫，所以蟑螂就放心就出门。后续接来的是更多的异化虫。怎么感觉有点少啊？这狗感觉有点少哎、欸，我怎么觉得被守住了？我也觉得被守住了，那个后手在后面打，感觉比较给力。狗接的超慢的，而且最主要是米欧麦卡遇到对面，他这个打法，我觉得遇到对面是那个提速狗直接跳蟑螂的，我觉得就没有威力没有很强，因为他打这个，如果对面是有出毒爆虫，他可能会因为没有蟑螂，所以不好守这一波。对，但是。我老实讲，就算只出毒，有出毒爆虫，那也可以纯爆那个狗跟毒爆虫就死了一波，因为其实没有麦卡，他正面也其实也只有蟑螂跟狗而已啊。你只要毒爆虫不要炸在蟑螂上面，一直不要炸，那狗根本不敢去救他的蟑螂啊。啊，蟑螂你就用你自己的狗把它包住就好了。你看他第一时间过去也只有七只了，那七只蟑螂其实重点是因为那个蟑螂数量也没有很，对吧、啊？好，没关系。现在米欧麦卡又打到一个迷之领域了。他现在又开始多线穿起来，然后把那个农民柱对面农民柱压制住。然后家里他等一下家里的那个二本好看起来又要直接按蟑螂提速，然后又是一个零攻防蟑螂开始忙起来。看起来应该是要继续忙了。啊，米欧麦卡这边先把工兵的数量拉上去。不要。会痛，又是你！回来回来，要不要 PP？ 哇，这会关心对手哎、欸！啊，他打不数字啊，他也看不到啊！你问他那个，他也看。哇，头有点痛，他们就这样子又不见了，又变不见了。我好担心哦。我们这个 BO3 到底要打多久？哇，不行啊！这个不是修电脑大赛，怎么可以修这么多电脑？难道这个比赛 IEN 独家赞助吗？哎呀，这个依照我们刚刚的经验，这个应该中途又是一个十分钟，然后十分钟里面我们刚刚中途的那个休息只有三分钟，对不对？然后我们是看他们讲话看了七分钟。不是，这时候导播就要明理一点哦，赶快说好，那我们现在进一下广告，我们休息一下、哦、那个休息看他们休息多久，我们马上休息，跟着一起休息。这样看起来我是觉得他们有时候真的很厉害，就是都不知道可以聊什么，然后好像都还是源源不绝的话题。没有啊，还是他们在看荧幕，那个荧幕上有那个话题。他们现在应该也是在瞎鸡巴聊啊，反正都卡，哦，真的是卡太，这卡两，连续卡两次真的是太麻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其实他们的荧幕上有秀给他们说，你们现在可以讲，现在可以讲。我来偷听一下，他们等一下在讲什么。哎呦喂呀，这个如果说没有麦卡今天一直都是顶着这个线在打，那他接下来的场次其实真的让人头痛。对啊，他如果这样子一路断线，这个打超久的，这打到九点都打不完。重点是我们要一直只要是有麦卡的场，那每一小分都要等他十到二十。
这样子你知道我们只能期待米欧麦卡是被零杠二这样。不然他如果不是零杠二，他至少要打三场，你会看到他三次。对。哦，我的头好痛哦，不要啊。哦。我的头好痛，不要。他到底是回得来还是回不来呢？回不来啦。他们应该也对于这个越南网络非常的头痛啊。看起来他们刚刚，你知道我刚听他们那个，我刚听他们那个英文台的人听，看到那一瞬间，看到那一瞬间有接回来的，他们也稍微，他那个声音之激动，你知道吗？哦，难道他回来了吗？然后就爆开了。他刚刚别个赞，难道是要接了吗？没有，还是导播终于 cue 他们说可以休息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样子。看一下，看起来，哦，我只要觉得这个镜头带劲的，就代表他有话要说。对啊，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混。他们一直在拱 Rex 讲八卦，有什么八卦可以讲？我看短期内也没什么八卦可以讲。这个比星海圈就这么小，能知道八卦大家都该知道了，就长这个样子。蛋蛋好疼啊！别再搞我们啦！现在终于没有泉水沟，竟然还有这种网路泉水沟，现在还有断线流，网路泉水沟，听起来好可怕哦！哇，不行不行，再这样断下去，真的是要天亮了。对，断线断到天亮。来看一下他们到底，他们的资讯也完全不公开，他们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呢？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就像你刚刚讲，他们那个笑容已经越来越干了？你说现在还露出来牙齿？他们已经扛不住了。我是真的觉得我们需要直接进个广告，不然这个断线真的是断，连续这样子一直断下去，谁扛得住哦？原本中间我们可能就是在选手打完之后的那个中场，我们要扛个大概五分钟左右。哦，这边回来了，哦，回来了，太神奇了吧！啊，怎么回来有一种？每次回来的画面都会跟我们离开时的画面长得不太一样。对啊，怎么？回来就有一个后筒在那里，然后被包掉，是怎么一回事？这到底是接到哪一个年代的时间？穿越时空，头好痛哦。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回到 Jon Snow 对上 Mika 的第三回合。那在边 Mika 这边已经开始在续章了。啊，这个 Jon Snow 到现在还对面要打他一波，还在按蟑螂，他二本根本没有按，他现在是没有提速的一攻蟑螂。哇，庄松这边真的蟑螂爆不停欸，持续的战，那自己没有二本。那这个是不是庄松要打一个跟那个米欧麦卡完全不同的概念？米欧麦卡是我蟑螂只有提速，那庄松就我蟑螂只有攻防。没有，他一直到现在还一直觉得对面要干他，所以他不敢，连二本都不敢变。他别说二本都不敢变，他一直都不敢刷。两个人的异化虫在中场做一个交换，这么阿莎里的通通送掉了。对，连最后都知道数量赢不了了，也没有选择撤回去了。那这边反而是姜斯诺用，的确哦，是一攻没有速度的蟑螂直接顶了上来。看起来越南虫王应该是顶得住吗？这边对姜斯诺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他的没有提速，所以接冰上会来的比较慢。不过他正面人口本来就比较多啦，这边再顶。后面的兵继续续上来，对。不过米欧麦卡这边有三只后虫哦，虽然后虫打蟑螂不太痛。啊、哦，这边看起来数量呢，哇，这边米欧麦卡又再拉了一只后虫下来，就会守住吗？农民拉出来，好逼退、哦。有这种事情，到底什么妖术啊？不过后面的蟑螂装中的兵还在一直往前虚哦。
对 ，Johnson 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接兵比较慢诶、欸，可是他的兵的伤害度都还是有，毕竟还是一攻的伤害。啊，这边继续顶。好，这边看起来，有麦卡要下去哦。看起来后面的兵在接，哎、欸，嗯，他怎么好像要守住了、哦，要顶住一波了，这种事情。小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Jon Snow 的那个兵向前接的速度是非常缓慢，是有向前接啦，但是后续他已经在刷农了，所以他就一半刷农一半刷兵哦，没有，他这边全刷农了，后续全刷农，那他刷农其实二本就已经可以按下去了、哦。对，而且这边对于 Jon Snow 比较危险的是他后撤还是会被追击，米尔麦卡这边似乎是没继续追杀。最主要是他数量没有赢很多啊，所以他也不敢直接往前面一直接。哎，那个二本现在终于按了。好，Jon Snow这一波的确让自己的经济是取得了一个优势，不过纽麦卡这边的部队人口已经取得领先。他 K 笑了，他全部 K 笑了，全部按章顶破。可是问题是，他其实领先，但是没有领先到很多啦。对面毕竟攻防还有优势，而且等一下又是在主场作战。Jon Snow这边主场作战，对 Jon Snow 来说，这边还是好手一点点嘛。哦，不过这个狗穿进去，找后虫。阿布，你跌倒，怎么都没有？都没有，主攻怎么都没有后虫？都没有后虫，他穿进来要找后虫找不到。啊，说好的找阿布，就有都没有阿布哎、欸，怎么这样？Jon Snow这边把后头全部都拉出来，他从二矿找到主矿哦。这个最主要还是这个正面啊，现在两边人口是正面人口照样这样是差不多的。然后攻防，哦哟，牛马卡这边攻防输啦，这个攻防输基本上不太可能抵的，因为加上你也没有结尾收，你也没有可以靠在逆转的东西。好的，那再加上自己经济其实没有赢的情况底下，后续续兵也不会来的比较有啊。这边纽麦卡在前线直接变成四只的结尾兽，哎，传说中的大力出奇迹来咯，开战咯，哎呦，先被摆脱了一口，这边后虫直接站到前线抵住伤害。好，这个酸石梯好像稍微砸到一点自己的蟑螂。后面有狗，等一下是蟑螂跟狗全部往前接哦。后面原来冲往的狗兵还在往前续，他怎么看起来大力要出奇迹了？有这种事情？目前 Jon Snow 还有12只蟑螂在卵里面哦，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哎呦，不过米麦卡看起来在这瞬间的兵力似乎有点强。哦，后虫再往前顶，这后虫其实前面吸了很多伤害哦。对，然后能量也都用在补血上，都用掉了。Jon Snow 这边他的兵不能从上面走下，一直被截掉，然后这边拉出农民。哦，看起来你贴上来，这个蟑螂的颜色非常的相似哦。哎呦，看起来应该是守住了，守住了。但是农民剩31只，但是 Jon Snow 这边有那个一攻的优势哦。对，那 Jon Snow 这边好像抓了这一波防守住以后做一个反推。看一下。他也不敢推，你知道吗？他也没什么，他也不敢送兵，然后回家继续刷，回家刷一点农，然后再继续爆蟑螂。对，哇，双方都非常的怕。这个35农打到底，你知道吗？哦，没有麦卡这边偷偷在补了一两只的弓。有麦卡这边有在偷补。他这边有多补一点点，然后而且他多下一个瓦斯，等一下他正面结尾的时候会。结尾的时候会蛮多，会比较多。Jon Snow 这边也开始在补工兵了，然后开始提升自己的二攻。这二攻如果完成的话，在正面交战上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可是我看这个二攻还没好之前，越南虫就要顶了，应该就会跟他开战。他这个等一下续一续，结尾的时候续到一个数量，他应该就要往前顶了。该出发了，越南虫王。
出发咯，这个再不走 ，John Snow 这个错失 ，John Snow 这个经济量，他还敢提汪总提出哎，他也是蛮带走。对，这个时候照理讲就是一直变一只尖草王虫进去看就好了，尖草王虫站在那个对面蟑螂头上一直跟着就好了。对。有了，正面顶过来了，原来虫王11只接回兽。对，这个的确是抓在 John Snow 的二攻还没有好的一个 timing 做压制哦。那目前是11只接回兽打7只接回兽。哇，被顶，被贴了，被贴了！这个火葬不是被贴啊，哦，砸到！哇，就反而是米麦卡这边被接回兽被砸到。应该要被贴了、啊，这前面的蟑螂数量不够了，没有东西可以保护结尾兽。对，这攻防还其实还是有落差的，再加上刚刚也有吃到一些算是第一。好了，那这一波部队被包掉的情况底下，秒麦卡应该是直接打出局了。这一波我就不相信你还点住人家二攻都要好了。刚是不是看到月蓝虫原本有下龙塔，然后又炸掉？这个，这应该没有任何变数了吧？没机会了，没机会了。好，这边米麦卡打出了 GG， 恭喜 John Snow 2-1是击败了米麦卡。击败了越南网路，完蛋了！这个米欧麦卡是不是在现在在他字典里面没有远程一攻这个东西啊？他的进化室里面是空的，真的都不提。那个进化室放下去以后，点下去里面是没有那个没有东西可以升，太神奇啦！对他可能那个越南那边的进化室还没有把那个科技给上上。你是在嘴人家第三世界？没有，我绝对没有说他的 meta 比较慢，这样子不行哦，你这是偷偷准人家非洲。好啦，那这边的话，我们刚看完的是 John Snow 对上 Mimica 对决哦，那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呢，就是 Masa 对上 John Snow 的对决。哎，是先 Astray 对那个吧？没有没有，这个是先打。哎，哦，对对对对对。是先那个 Astray 对上那个没有麦卡，对对对，那最好是没有麦卡。嗯，整场关注焦点是究竟越南网路会不会爆发？对对对，好，那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为各位带来精彩的比赛。